现在政府正咧积极来推广着骑机安装火灾警报器等的装置，不过对着独居老人或者是弱势家庭来讲，可能就较歹有经费来安装。三商有先进企业甲爱心团体共同来捐赠着150台的警报器，期盼透过着捐赠的过程来唤起着大家重视防灾的意念。主体火灾警报器是现在政府单位正积极咧推广的项目之一，希望能借由警报器的安装来降低火灾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。你今仔日伫三重区某一间新兴企业甲在地爱心团体共同捐赠了150台，要来校区内的弱势家庭使用。最主要呢，咱希望讲啊，这个助警器呢，会当能帮忙到咱当这较偏远的所在吼，啊，即长辈，因为伊行动无方便。啊，有当时啊，真正火灾来临的时阵哦，无啥知影吼，啊，所以这助警器安装恁厝内底，会当帮忙着吼，啊，咱这个长辈吼，会当提早发现，啊，赶紧吼来报警，啊，来逃开离现场啦，保护家己的身体的健康啦吼，啊，借这个机会呢，啊，希望讲哦，啊，哦，咱这领导回去吼，对咱的社区的宣导。哦啊，除了保护家己以外，也保护社区的生命安全。火灾发生，请尽快离开。透过警报器所发出的声，会当有效提醒，并且提早发现火灾发生，救助来降低各项损失。也期盼透过捐赠的动作，会当让大家拢建立起上界重要的防灾意识。而且希望讲咱社区的住户。会当哦，咱居住会当做安全，吼，啊是吼呼吁大家注重嘿家庭诶迄个居住的安全环境的维护，啊，所以讲阮的企业啊，就本即、這个本来即个善意吼，啊，对咱三商区公所啊一个赞助呢吼，啊当然同时间阮的企业嘛有过去嘛有捐赠救护车，啊嘛有对咱咧消防队者吼，对咱的社区啊有一点啊贡献。啊嘛，希望讲咱会当咧，伫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心诶，迄个心态吼，来帮助咱一寡社区，会当来共同维护咱的环境。这150台将会优先提供校区内的独居老人，也是讲弱势家庭来使用，让大家都会当有安全的生活环境。其实希望会当引起更加侪人的爱心，共同来加入捐赠的行列。记者柯佳明三重区采访报道。